参加歌唱节目《超级巨星》已出身的陈国锋入行十年，近年虽然专注拍剧同埋担任主持，但佢嘅歌星梦一直都未变过噶。呢日 Penny 终于举办首个歌唱，获多位圈中好友到场支持啊！好似有李佳芯、高海玲、邓佩仪、张震朗、潘子峰、朱自然、谭嘉仪、罗孝勇等，就连太太同十九个月大嘅仔仔都系座上客添。染咗一头金发嘅 Penny 一开场就翻唱多首金曲，大苏靓声啊！在巨星二入面 Penny 演绎过罗敏庄的歌曲，这日他就成功邀请到 Mimi 同台合唱。除了 Mimi 同样是二帮的吴业坤和谢东敏亦都有担任嘉宾，他们还唱回当年在节目《星梦传奇》入面的《命硬》，真是什么回忆都回来了。即刻諗翻，哇！嗰時我哋仲係一齊搭巴士啊，一齊去入電視城啊，但係而家就好似電視城當咗自己屋企咁樣，即係嗰個哇變化好似真係過得太快咁樣。我都好感動嘅，因為諗翻起好多頭先啲相啊，諗翻好多以前好多年前嘅回憶，咁啊見到同埋好多我哋一齊參加歌唱比賽嘅嘅朋友啦，甚至而家已經變成歌手啦，咁我哋一齊坐喺台下面睇嘅時候，我都好有感觸嘅，因為大家好似翻咗以前嗰個時間，就好似尋日咁嘅，其實點不知原來過咗差唔多九年啦已經。講到 Penny 嘅老友又點少得兄弟幫嘅林成斌、梁敬輝、范振峰、黃子軒啊！五位相識當年，梗係唔少得合唱同埋喺台上互摘啦。我最唔多你，點解咧？我出了幾隻碟都未開到演唱會，你出過幾首歌就開演唱會？冇幾首啊，冇幾首，兩首到啦。兩首添啊？首半啫。我幾慘，我幫人開演唱會就有。喂 ，sorry， 阿凡有出過碟啊？咪搞錯啊！即係你唔好講提名嗰啲嘢啦，人哋攞埋獎提下我哋個名都冇啦，仲係啊？唔係，人哋有多謝馬德鐘㗎。咁我係范振峰啊嘛。差唔多啦。我陳國峰啊嘛。唔係對唔住咁多位兄弟，即係當其時實在太開心，開心得就一時間忘記。哦，咁即係濕滯嘅時候就范振峰啦。陳國峰啦，係咪咁嘅意思？好兄弟。入行前係健身教練嘅 Penny， 多年嚟 keep 住做 gym keep fit， 呢日當然有 show 下副 body 俾大家大飽眼福啦。除咗操肌 ，Penny 都有落力練舞，大唱多首郭富城嘅金曲，向佢嘅偶像致敬啊！入行十年 ，Penny 把靓声虽然被埋没，但佢一直都坚持梦想，所以呢日 Penny 演绎讲述自己心声嘅新歌嗰阵，都不禁感触落泪啊！
感觸第一樣係因為我覺得咁多年自己嘅夢想，咁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成功，咁但係起碼做到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屋企人，對得住所有嘅 fans， 對得住所有嘅歌迷朋友。咁另外第二樣嘢點解咁感觸咧？就係因為爸爸媽媽，因為爸爸媽媽都好想睇到我成才，好想睇到我成功有成就。嚟緊個下一個方向會唔會都即係希望多啲以歌手嘅身份去見觀眾咧？會啊會啊！咁往後日子除咗拍劇之外，我都希望抽多好多嘅時間去出嚟做一啲歌，咁啊希望可以喺樂壇度立足啦。